所以才会在这一次的法律当中增订这样的要件，增订这样子便于灾民去求偿的程序要件。而我完全了解也尊重委员的担心，但是我可以跟委员讲的事情是，这个条文只是让灾民比较容易去接近法院，可以去接近争议，没有改变任何实体上面要求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范围。我拍摄我发现不了吧，什么叫做实体损害？不啦，这个。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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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发了发律师。陈伟，陈伟，我喜欢你啦哈，因为已经嘛加了这几个字上去，其实哈，就比我们今天中午，我们中午其实很担心比例原则啦，好，就很担心，所以他得也把它加进去，然后行政院公告的灾区，我请这个司法院给你说明一下，敢不？请司法院给你说明一下。庄瑞雄给说明。来，我们请司法院呐，哈啊，庄瑞雄卖乱呐，请司法院给你说明哈。台大法律系的呢，我请请伊，来来，我只问了这个，这个问题，这个法案的条文出来会不会产生难搞？我只有这一点。因为我们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委员，是这样，就是说刚刚黄委员有陈述哈，就是因为47条之2的第一项哈，它其实对于实体应该负责任的这些要件哈，它都我们都没有变更了。德西公。47条之2的第一项哈，它其实对于现行，例如说民法上应该负损害赔偿责任的人，或是说哦，因为国家赔偿责任应该负赔偿责任的义务机关的这些责任要件都没有变更，都没有变更。那所以在没有变更的情况下呢，而且呢，因为它这个是暂免缴纳执行费，那暂免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先不用缴。但是确定之后呢，万一如果说原告败诉，他败诉确定的话，他就会还是要负担这一笔应该缴纳的裁判费，并不是说都不用缴，都不用缴，所以他还是要考量到这个，他还是要考量这个诉讼成本的问题，而且他还要考量说他能不能胜诉的问题，哦，大概是这样。安尼啦，我了解你意思，但是吃苦要吃存遐人啊吼。啊，你给你创一个，他给你讲时间给你拖地啊，人家会受不了。你当然受害人的权利优先，但是我一直讲说这个会不会形成一种滥诉的情形，那我跟你讲大概这个情形会常常发生。所以如果在这个定义要很清楚哦，我现在好，假设一个地震的地区或洪灾的地区在的时候，好，我是我知道你这条法令，我就给你去给你吃苦也吃醋，因为我免缴纳费嘛。啊，我来慢慢来拍。啊，人的银行的钱要做生意的钱贵哦，动压力。我不是替财团在讲话，这种情形很容易产生。因为最近我们接了很多，人家会利用法律的弱点里面，所以这个没有很清楚的话，常常会造成很多的困扰。我一定给你提醒这一点。那个主席，我是不是建议这样了哈？因为这个这一条已经讨论也差不多的了哈。那这个当然，陈昌明委员有陈昌明委员的一些顾虑的哈，也不能说，因为法律你本来就是要去做一个全面综合的一个考量嘛哈。那这个当然是对于说，这到底是在实务上过去灾民所碰到的一些状况啊，过去在损害赔偿的一个诉讼里头所碰到的一些状况啊，所以我们立法院这一次才做这个修法啦。那我是不是建议说是按照后来的这个修正的文字条文通过啦，我们到委员会啦啊。那至于陈昌明委员的部分，我们是不是请这个陈昌明委员保留院会的发言权啊，然后啊，或者是说在朝野协商的时候，我们再来做讨论了。起码呀，就来考虑这条。为了法很快通过叫，没有很快啦。为了保留发言权的意思是，我们人少了，你叫还是不会过了。对啊，当然还有协商。我是希望真的大家要好好考虑这个条文，到时候如果真的事情发生的话，啊，那个诉讼那个大家告来告去的机会会增加了。好，那个陈委员，这样子我这样处理好不好？因为今天中午我们各部会也各单位都花了很多的时间
把我们今天早上讨论的文字都整理出来了，我们从头看一次，看看我们这些文字当中还有什么意见啊，这坑在后面他可以来处理啦，这样好不好？那我们从第二条开始，我们从头开始。你们都拿到这一份了吗？都拿到今天中午整理这一份有没有？都拿到了没有？你没有？黄伟你没有吗？来，那个议事组看一看，没有的，好好。我们从头看哈，把那各部会如果这个修改的文字当中，大概精神就不要再改了啦。精神再改的话，我们就讨论的没完没了，好不好？那我们就文字来讨论哈，就是我们从第二条看，大家都有了吗？好，那第二条，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看三分钟来。建议是安尼啦，伊讲，都伊这条大概即摆有争议嘛，啊，即阮的大律师嘛伫遮啊，这条紧讨论了啊，到回头念到尾，啊，大家都慢慢来看。两个坐喺外口讲啦，咱先对头前看啦，系啦。恁两个家己外口讲讲的，看安怎哈？啊，阮对头前看。主席之命，走。系啊。刚刚他在我隔壁跟我讲。他不出声表示是支持我的观点、啊、但是这个大环境里面可能大家说啊，这个是现在对选灾民非常的重要，中选委你要不要重新，我常常就在思考这个一个问题，他讲的也不是都我知道他讲的，其实实务上的顾虑也对，没关系，我们从前面看到那一条我们再来处理，因为其实今天中午我也有发现这个问题，所以如果说那个黄委员没有把它改成得的话，我也会有意见，因为这个不符合比例原则，大概我们会有意见。那他已经改成得，然后又主管机关出保证，然后又把它限缩灾区。那我觉得我刚跟那个部长交换一下意见，我就觉得我还比较能接受啊，没有关系，大律师你们再去讨论一下好不好？钟瑞雄大律师，马丁去讨论，阿温先看头前，知也无。已经通过无意见的吼，来看这离看了，哎、欸，你免甲叫出嘛，不要紧，无你换一块桌仔讲嘛，不要紧啦。咱两个来讨论呐。你不要在这里等啊啦，那还好啊。好啦，来，我们从第二条开始看，好不好？来。来，请问各位委员，第二条的所有的文字，大家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那再来，我们看第三条，大概说做了一些修改。那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把那些名称都顺了一下哈，什么对，然后土壤异化什么，我们都顺了一下。来，那标准化第哪一个错的？第二的，旱灾的后面是顿号哈，对，多了一个顿号，这个你再把它拿掉哈。好。那第三条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就几个顿号跟后面多了一个顿号，把它修改过来，好不好？好，那修正通过哈。然后我们来看第七条，第七条，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多了后面哈，那个这两项的顺序要不要对调？就内政部消防署执行灾害防救业务。然后最后，中央灾害防救业务主管机关执行灾害资源统筹等等，要不要顺一下？这两项文字要不要顺一下？报告委员在最后一项，好、哦，依照核心准委员的提案内容，好、哦，是指灾害资源统筹、资讯会诊及防救业务，好、哦，这边的防灾改成防救，那我们建议也应协同相关机关，这个会同改成协同。就再修正一下，对各位委员对这些文字有意见吗？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然后再来第22条维持原条文，34条维持现行条文，34条之三、37条之三、37条之六的条文不予增订，39条条文维持现行法律条文，那第41条。
从灾害之际增加了一个诈欺哈，大概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然后第44条的加了一个修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那再来44条之一，我本席所提的修正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然后第44条之二，本人所提的修正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然后44条之三，本人所提的修正都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第44条之四，我们加了几个东西哈，后面还加了一条，在后面44条之七，后面再加一个极地47条之二所称的灾区，好，大家我们自己把它修改一下哈。还有最后面的第二行哈，及其他重大灾害，灾害的前面改一个重大。好，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再来第44条之二，全民健康保险，这个要改成这个字是这个要改了，你还要再顺一次吗？这个要改成之五哦，因为刚刚已经之四，所以现在变之五了哈，直接改，我们直接把它改好不好？我们直接改了，我们直接改哈，好不好？就改成44条之五哈。各位有没有意见？哪一个地方？就第二行，由政府指引改为由中央政府指引。嗯，好，由中央政府指引。好，在政府的前面加一个，再加一个中央哈，好不好？好，那这边改成44条之五。嘿，哦，这一条要把它改成44条之八，可以啦。那如果这边改之八，这个就之四哦，哈。没关系，你们再看一下哈，我们等一下再来顺哈，好不好？就业经委员这条，把它换成44条之四。那黄昭顺这一条改成44条之八，好，就把它调到后面去哈。然后林进县委员这一条是之五吧？好，改成之五哈。嗯，这个因为这边是全民健保，这个是哦，这个应该知识啦，这个知识哈，好不好？第四，这个之五，这个都是保险。这个知识之五，这个之六啦，好，好不好？好，那个叶委员的是知识，然后叶委员的下面那一条是之五，然后林进县委员的是之六，黄昭顺的是之八，这样可以吗？好，好不好？全部都改掉哈。那个已经纳进去了啊，在这里啊。下面44之八，然后灾区这个地下面44之九，这样才会归国啊，这样在一起。好，没有关系，你们等一下去把数字把它换排好哈。这另一个坎魁哦哈。哪一个？主席跟您报告一下哈，林清县委员这边是说由卫福部会同相关机关，那因为会同有会衔的意思，那是不是之前的提案像黄委员的都是写会商，44条之二还有44条之一都是会商，那这边是不是也一起改成会商相关机关定之？以上，好了，可以好，会商哈，那我们就再把它修正一下哈，好不好？好。那我们林清县委员这个就改成会商哈，好，然后再来就是，再来就换过来了哈。44之五之六，原来的44之五之六不予增列，然后。那个农地余温44之一，你这个没有写上去啊。漏掉了哈，漏了一条，曾明曾委员的，我们把它放在44之一，好不好？你们这张你们都有了吗？就是农地跟余温的，你们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农地跟余温的这一张，他这个应该是44之七了，他提案是四十
四之一，但是在这边就变成44。没关系，你把它排好，好，好不好？那个曾明忠委员这一条，我们就把它放在44之7。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修正通过哈，然后再来。纾困这条，经济部有什么意见来？啊，谢谢那个各位哈，经济部对44条之7这一号，我们不是反对了，只是说让调整几个文字哦，让这个比较切合。哪几个文字要调整？因为这个产业哈，这个企业有观光产业，有文化创意产业哈，这个不同部门，所以是不是那个经济部的部分改成这个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哈，这样可能比较切合整个。你如果中央目的主管机关的话，还要再报行政院核定吗？后面所有办法都会再报行政院。所以那对，这个保定你干嘛呢？可以啊，因为他有拉克那时候就是。好，那我们就把它修正。好。他不想要进了，可以。对，有关经济部的文字这个部分是不是调整专？我们就是不要写经济部就对的啦。不是，因为这样我们也是要定，因为它有不同产业别的，会有不同部门在负责。好，那我们那经济部就把它拿掉，改成中央事业。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各中央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对，好，好不好？一样嘛，一样修改，好。后面这个要改，后面这个要改，第二项这边也要改，对，前面后面，然后这里改三个地方，对了，改三个地方，好，改三个地方，好，大家看一下好不好？大家看一下，没去下我们电容器，四个地方，后面还有一个有进，对，四个地方啊，后面还有吗？四个地方哈，好，大家再看一下，四个地方以外还有要修改的吗？44条之7，不好意思。叶宜津委员那个。第一项的第二行的最后，并由各级政府补贴，这是怎样？这头我都各级政府。44条之2。黄委员招数，黄委员的那个版本是啊，立案呐，44条之2啦，第一项呢，第二行政府给予补贴嘛，哎呀，他也各级政府，应该是中央跟地方都可以啊，看下面人较有钱呀，啊，地方可能有钱，地方补贴嘛，不要紧啊，无恁若要改中央，就改中央啊，对啊，你就改中央起来啊，理论上应该是中央比较有钱呐，但是我看中央现在也不太有钱呐，好了，改中央好不好？各位有意见吗？就不要那个各级的哈。好，好，来再来。47条之1。死亡宣告这一条有没有意见？刚才那个经济部的那个44条之7的最后一项是财政部的业务，不是经济部。哪一？你要把它移到哪里去？移到44条之3的第二项，因为第一项是中所税嘛，那第二项呢就是营所税，然后第三项、第四项就是地价税跟房屋税。那在文字的部分，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建议稍微做一点点调整？好，你说。有关天然灾害灾民的部分，我们是把它改成是灾区受灾居民。就是让跟第一项的那个体力是一致的，对，然后是不适用所得税法第36条第二款的规定，再加上一个第二款。那在这里要请示主席的部分是说，我们目前定的这一项是不是主要是要让盈利事业直接对灾民直接捐赠，还是说现行的捐赠还是以透过政府或者是透过机关团体？去指定用途，在这个部分会比较妥适，因为如果是直接对灾民的话，它在实务上执行上，征纳双方都会有一些争议。
所以是不是可以没办法契合？对，可不可以建议还是透过机关团体去对灾民的捐赠？那因为现行的机关团体的捐赠的限额是10%，那我们在这个法里头把它放宽成不受金额的限制，可是原则上还是透过机关团体来对这些灾民的捐助，是不是会比较合适？那你文字要怎么写？那我这里有一个文字。那你中文怎么不拿出来？因为来不及了，授权给我去写下。那印给大家看一下。好。那个各机关拜托了，中午那个时间就是要你们拿出来，你们不拿出来，现在跟小红跟退出来，你们有光挂没？不好意思。嘿啊，来印一下，印一下，好不好？他讲的有道理的，要不然的话，你那个盈利机关，你你没有。我都查好了，那个印一下，印给每一位委员哈。那个麻烦印一下，那个议事组哈。好，那这个44条之7的后面这一段，我们先保留一下。我们先讲那个失踪的部分。好，45条维持现行条文嘛哈。47条之1失踪的部分这个条文，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那47条之2，就刚才那个时代力量那个陈委员，现在，他们两个出去商量哈。好。恭贺啊，你好，好要现在去，都要现在去。没关系，你文字等下写出来再处理。喂，好，那个刚才讲的44条之7的第一项、第二项、第三、最后一项这个地方哈，那个叶宜菁委员的提案，盈利事业透过合理所得税法第11条什么什么等等，后面再加一个第36条第二款之规定，你们看一下。那个文字修改有没有意见？啊，没有意见的话，这个条文刚才那个财政部是希望把它放到第43条、44条之3第二项，等于是我的修我的修正条文里面再加一项进去，那个第3页的第二项修正动议的第二项里面。把你个看一下好不好？大家再看一下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了哈，好不好？好，那个47条之2就时代力量党团的提案，那陈其迈委员说陈昌明委员已经没有意见了嘛哈，那我们就修正通过。好，那你们再整理一下，我们马上还有一个吗？哦，48条之1不予增订，然后。涉及条文就是涉及到，孔文杰委员讲的104年几月几号？有了，有写了，他说没写啊。8月6号。104年8月6号，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那请你们还有吗？那个涉及的范围啊，是哪些条文涉及？哪些条文涉及？早上已经讲过了、啊。哪几个条文涉及的？委员说这一次提的通通都要涉及。没有，不行，通通涉及的。我们有讲了，涉及的条文大概就是这几。只有到4，他原来只有写1到4，现在我们增加了很多条文。我们到8这个全部要上啊！当然啦、啊，当然是全部上啊。就是比照上来了，因为你做了修正，然后你说一半也追溯，一半不追溯，这种奇怪的事情就不行了，对啊。好，那你们整理好，我们20分钟以后来念哈。好，你怎么今嘛怎么了？躺一半。啊？没有，啊你三你要躺的时候，你还来呢？条文我都写好你啊。未使啊，你人也无到。啊。什么东西啊？好了，你们去整理，我们来处理临时提案呐，好不好？好，你们去整理的临时提案拿来，嘿。
一个议事组来念哈，来，请先读临时提案哈。啊，临时提案，提案人林立成、徐正伟，还有陈委员哈，陈昌明委员。提案委员林立成、徐正伟、陈昌明委员、黄昭顺委员。鉴于今年二月六日台南地区地震，计有30位尚未取得国籍之新住民外籍移工受灾，后续相关处理作业涉及内政部、陆委会、外交部、劳动部、卫福部等多个部会及地方政府，为统整重大灾害发生时新住民及外籍人士援助及协助机制，建请内政部于3个月内邀集相关单位确认权责区分，并研议相关作业程序，促进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分工合作。弄两万。临时提案第二案，提案委员庄瑞雄等。我国由于地理因素，常受地震、台风、洪水、土石流等各种灾害侵袭，对人民生命财产威胁甚大。内政部有必要通盘检讨现行之预防与警报机制，建请内政部应严厉整合全国便利商店之监视闭路系统，以必要之商店外装置对外镜头，应用便利商店现有之影像系统，建立全国即时防灾影像系统平台，依据相关法规编列必要预算，供中央及时掌握各地防灾资讯与状况。临时提案第三案，提案委员赖威荣等，鉴于这次2006地震，围观金融大楼倒塌酿成114人死亡悲剧，一案建商危险性再度成为外界焦点。目前前台逾200万户出自一案建商，中央政府实有必要留意一案建商争议，重新整顿台湾建筑与营造市场，防患未然。委员要求内政部营建署于1周内清查全台一案建商数量，并公布名单。临时提案第四案，提案人赖瑞荣等，建议内政部营建署将针对老旧住宅进行老屋建检，但工厂结构钢筋结构外露，易锈蚀，耐火性更低，为保障劳动者安全，政府应针对各工业区进行工厂建检，除结构耐震评估外，应包括材料耐震评估，故要求内政部应会同经济部1个月内完成工业区工厂建检。临时提案第五案，提案委员陈其迈等，中华民国妇女联合会（括弧以下简称妇联会）为依人民团体法立案之政治团体，依人民团体法第34条规定，人民团体应每年编造预算结算报告，提经会员、会员代表大会通过，并报主管机关核备，但该会立案多年，却未依法将预算结算报主管机关核备。过去党国不分威权体制，让妇联会在无法源依据下征收近1000亿绕军捐，该会却不遵守人民团体法，亦未依政党及政治团体财务申报要点之要求申报其收支结算表、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原要求内政部应提供历年绕军捐及政府机关捐助补助妇联会之数额及妇联会之年度预结算报告、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并于2周内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专案报告。结议，提案委员齐真卫等，有鉴于各项重大灾害发生时，防救灾通信系统及119勤务派遣系统，关乎救灾指挥效力及人员调度派遣效能，影响防灾救灾结果及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甚巨。现今迈入科技化时代，全国各地方政府碍于经费，各地消防局仍有未提升资通系统之状况，未充实整合防灾救灾专用资讯系统，造成灾害无死角，提升消防救灾指挥派遣效能，促使救灾勤务作业数位化、管理资讯化及决策科技化之目标，建请内政部于灾害防救法修正草案通过后1年内拟定相关计划，编列相关预算，补助全国各地方政府消防局建制防灾
防救灾资讯系统，以提升防救灾效能，确保民众之生命财产安全。宣读完毕。来，请问第一案有没有意见？那个主管单位哈，那个你哪有问题，应该提起讲啊。主管委员，建请啊，在倒数第三行，建请内政部，因为部长已经指派移民署，我们就直接在上面写移民署。建请内政部移民署是，移三个月内是不是？好，好，这修改哈。应该说，因为这个应该不只是移民署而已吧，但移民署可以召集陆委会还是外交部还是劳动部吗？因为三级单位，我们希望说和是否由内政部来，对，因为不要在文字上，我们希望等级，对，谢谢。好，那第一案我们就通过哈。来，第二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报告委员。消防署这边建议在第二段的部分做一些文字的修正，我们修正为建请内政部应严拟整合各级政府，然后顿号便利商店之监视闭路系统，运用便利商店现有之影像系统，建立全国即时防灾影像系统平台，编列必要预算供各级政府即时掌握防灾资讯与状况。好，那个拟具相关法规就不用了哈。哎，是。好，那个修正，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哈。来，再来。来，那个第三案，各位有没有意见？那个消防署有没有意见？营建署有没有意见？一周内你敢有法度？我就想讲一周内你足够，敢有法度？啊，你说一下，有跟赖委员哈，这个特别再说明一下哈，因为比如说以我们现在要老屋建检的88年前的建筑物就120万栋，哦，你120万栋几乎都是建商盖的啊，那你要这个要来清的话，那你说怎么？这个是感觉安尼啦，上去也不是重要啦。啊，起一案加起一足一案，也不是关键呐。就是说，所以你要去讲说哪一个是一案公司哦，这根本都无。所以我是建议讲这个案是不是，因为基本上都有老屋建检啦吼，是不是案是会使卖退啦？那个赖委员有意见吗？我是刚刚那啦，这个我觉得可以修一下内容啦，但是我觉得还是要正视这个问题啦，一案建商这个问题。保定一刚技术嘛，讲到，他也认为这是一个问题了哈，爱找一个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可以修改内容啊，但是我认为还是要正式。那你内容你要怎么修改？还是你们去署长都讨论起来，好不好？好，那这个先保留哈。好，好，我是稍微补充一下了，我刚才有跟。你去前面讲讲好。对啊，我讲。你去前面讲啦，讲诶，系啊。来第四案。第四案也是要修改的，我得想讲一个月内那有可能。这不是，这但是属于那工厂是经济部呢，是地方政府跟经济部的代志。对，地方政府跟经济部。如果那也当然也有，有一些科学园区是国科会的。没关系，那个第四案你们也去修改，好不好？好，你们去修改，这个就暂时不要通过哈。然后第五案，来，你说明一下。第五案报告哈，我们希望着作文字修正，在最后倒数三行啊，原要求内政部洽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并促请该会哈，然后提供历年哈，然后以下同，然后把那个应去掉，好，就是由内政部洽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并促请该会提供资料。那最后一行就是因为这个历史久远的资料，所以我们建议哈，就是改为两周，改为一个月，向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的报告。好，以上。那个主席啊，我的建议是这样了哈，这个什么是请该会呢？这个是请不请是你们内政部，你要勒令啊，要干嘛？那是内政部的事情啊。洽了，对不对？那说促请该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
我们要的资料就是历年来这些廖君娟嘛，啊，因为这个资料有可能在妇联会，也可能在国防部啊，啊，某个年级财政部了，啊，有可能在财政部，也有可能，啊，对不对？啊，所以这个是内部，我们内政部，我们当然内政委员会的对口就是内政部嘛，对不对？啊，内政部要怎么做，那是内政部的事啊，所以那个文字都是多余的啊。我们就是要求内政部要提供啊，然后内政部的资料怎么来，那是内政部的事啊，对不对？就讨厌的讲内政部恰上面回领导的代志啊，好了，对不对？然后保证讲有理无？可以。那恁的代志啊，恁家己去处理啊。哦，所以内政部应提供就这个，我觉得还好啦。好了。哦啊，时间两个礼拜，假如真的有困难，那一个月，那我们是折中就。三个礼拜，好不好？三周啦，合理啦。我尽量啦。你尽量。我讲啦，伊若做袂出来，是你叫后边的部长去做就好啊。系啊。一个人成为了。系，就叫啊，系啊。对，你啊。你就叫迄个什么人，顶一个迄个部长来处理就好。你叫什么名？好不好？三个礼拜了，三个礼拜了。啊。好好好。好了，那修正通过哈。那还有一个案子来，最后一个案子来，三个礼拜后再结论。好，好。来，好，那个好，两个跟徐委有改成附带结论哈。来，你说明一下好不好？是，报告委员，刚刚有跟徐委提案的徐委员有请示过哈，那也有洽谈过，我们有做以下的修正，就是有鉴于。各项重大灾害发生时，19勤务派遣系统关乎救灾指挥效率及人员派遣调度派遣效能，影响防救灾效果及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甚巨。那现今迈入科技化时代，全国各地方政府碍于经费，各地消防局仍有未提升119勤务派遣系统之状况。啊，为提升消防救灾指挥派遣效能，促使救灾勤务作业数位化。管理资讯化及决策科技化之目标，建请内政部研拟相关计划，编列相关预算，补助全国各地方政府消防局提升119勤务派遣系统，以提升防救灾效能，确保民众之生命财产安全。啊，那说明那边呢有做一些精简啊，也就是把这个防救灾的资通讯系统整合成119的勤务派遣系统。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不好？好，那没有临时动议跟附带决议了嘛？哈，好，那我们来跟那个讨论的。那两个不要紧，现在开始处理了，咱最后还有时间嘛？处理好，整理好呗 ？OK 的，阿伯啊，好，那两个案子修改好了吗？来，这个速定。出现，出现，都要得养一个那个工厂建检的啊，最后面赶快改成加上规划，好不好？一个月内没办法完成，但至少可以提出他的规划方案吧，跟内政部找经济部会同之类的，可以吗？好，我们在这里规划那个经济部的，然后经济部，经济部的代表应该有来吧？那个经济部，你们那个一个月，你们经济部的代表在哪里？啊？你有法度无？你有法度就爱讲，有法度无法度，你就爱讲哦。报告委员，我这个部分我回去再请教一下工业局的工业区组，这个部分一个月是不是能够完成？因为时间上，好，我现在马上打电话问一下。对，因为刚刚那委员是说，要么就是由我们内政部跟经济部哈，还有地方政府哈，在一个月内提出就是有关工厂的啊建检的一个
啊，一个规划计划了，一个月，但我们可以来跟他们几个单位来讨论，来决定一个，好不好？那当然，原则上会朝那个部长说的啦，哈，就依那个公安，哈，那个公安的那个检查，哈，那么原则上两年内来督促他们，哈，来注意到他们自己的这个耐震啊，好不好？这样子。好，那这两个案子我们就修正通过，好，那赖委员没问题哈，那文字的。第一个案你讲好了吗？你第一个案没讲好。赖委员，你第一个案讲好了，第二个案再写。好，你写好的拿过来念一下哈。好，第二案是。继续只要并注一样建商纳入，好不好？就是不能用这样太松散啊！那个，你根本，我是讲安尼个，他讲的，因为你嘛连讲公告，你公告你讲的，伊就是有问题嘛。这个我看他没有违法，所以你今天讲规定嘛，因为你讲公告一样建商，有的也是盖得很好嘛，盖很好，我看人家知道啊，对不对？你要盖什么讲？不是啊，你讲公告那意思是讲，不是建商，好像是。没有那你资讯，那你至少资讯公开嘛，六行人怎样哪里是一样建商？一样建商，真的要签嘛？我是电话，我老婆。哇，整个的建筑，建筑不贵，那个房子几百几十万，120万到买地方要签，人家要帮。最重要的，大概就是这样子。将来就是说，各地方政府现在都已经在陆续变成不动产开发管理条例，自己都有在变，把一案建商。主席，今晚你等一下。在等那个那两件没有两件事情了哈，跟这个无关了。但是请是不是因为我昨天质询的内容，是不是可以了解一下哈？就是昨天署长说今天要开会，就针对那个老屋建检有没有从500户到1000户，那现在说20万户，那今天有开会跟各县市政府啊，针对哪些急迫性或者哪些断层或者哪些土壤异化区？做这个分工分配，啊，会议开完了没有？哎，开完了。啊，可不可以让我了解一下？想说明一下。署长大概今天有没有？署长分身乏术，有没有谁可以说明一下？啊，伊拢伫遮嘛，伊今日规日。大致可以说明一下。你大致可以说明啊。哎，大致，因为今天早上是由我们政务次长哈来主持啦，那我们副署长。有陪同呢，他有跟我说了哈，基本上就是说，其实今天早上很多县市也没有说很，他们会也没有说很大的意愿啦，啊，哦，说真的没有很大的意愿，但是我们已经跟他表达说，哪几个县市没有意愿？哦，那这个我现在是也不太，刚才你说哪几个县市有意愿？有几个县市他就表达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不要这个纳进来啊？但是我们就跟他讲说不行啊，这个还是要3年内你还是要提。你们自己的一个构想还是要，尤其是，哈，7、8个那个直辖县市啊，哈，要配合那个土壤异化的高浅度的那个红色区啊，你更是要那个啊，所以尤其即使有后来直辖市打给你啊，就是7、8个，就是包括那个其他县市啊，哈，包括新竹县市啊，哎呀，包括新竹县市还有宜兰啊，哈，对啊，所以后来他们是勉为其难啦，啊，勉为其难说好，当然会可能会配合啦。但是当然这个后续的哈，啊，我们会在现在是啊，地方政府说要求是不是在17号哈，17号给他们一个期限哈，啊，让他们提出一个他们的构想了，大概是这样的。我跟那个啊，这个由各位委员，勉为其难是说他们要自己出钱是不是？不是。还是你给他钱，他勉为其难。譬如说，哈，对了，譬如说台北市，他的意思就是说，啊，这两年我们都做的，你看滴滴答答，没有人要，没有意愿啊，所以才要收起来啊。那，啊，你现在又启动这个，啊，你补助了8000，啊，我们以前补助到35000的最高的都没有人要做了，啊，你现在8000，啊，他说这个，他也很怀疑啦。台北市政府的代表就表示这样子啦，哎。
所以包括台北市都不想，欸，台北市都不是那么想要做这件事就对了。所以这样保定啊，另外政策还要检讨呢。这个哈，当然中央政府主要是说我们提供一个补助，提供一个机制，针对之前像台北市做的大家意愿不高的，那主要是因为要区分所有权人同意嘛。那我们现在是说用只要管委会来申请我们也可以啦，对不对？我们现在是用管委会，所以应该这个再推应该是比较容易啦。但是当然啦，就好像每个人啊，有的人也很怕健检啦，但是我想这个政府就是应该要都先导这个健检的好处，所以这个我才会讲，昨天在答询的时候我才讲说，以后我们是要考虑说这个健检有没有健检，健检的结果怎么样，你在买卖的这个资讯里面是不是应该介入了。好啦，部长，这个虽然你昨天也说你在数馒头啊，但是我昨天这是我讲的啦，不要，他说他不会数馒头，是说这个好几个人都替我在数馒头啦。哦，那就是在数馒头吧。他没有在数馒头啦。好了，没有，这不是重点了啊。重点是说，昨天拿了那个地震研究中心的啊，他有五级警示、六级警示、七级警示。所以你在执行这个方案的时候，不是说叫地方政府来，然后全部补助8000块啊，然后有很多繁琐的程序，然后搞得大家不想做嘛。啊，应该这是有点半强制嘛。尤其他可能有一些强度的差别，就是说如果他的五级他可能就会倒掉的地方，这些就是你就要半强制下去做了啊。我早上你说了的已经艺术啊，那你这个政策推动现在碰到大家说啊，你看我看你，然后又说补助不够，然后地方执行困难啊，然后又推回去，这样一晃昨天是地震过一个月啊，一晃又再下一个月啦。这8000块没补助不够了，因为这8000块是安怎来的？是经几个工会讨论出来，因讲8000块会当接受的。说明一下。好，这个是跟所有四大工会哈，大概有开过会啦。那他们统一就是，啊，等于是类似一个开口合约啦，哈，一个等于是一个开口合约，大家同意这样做啦。啊，基本上是这样的。那我们现在也，我们也全部哈，啊，公告，就是指定这四大工会，啊，只要这个愿意接依照开口合约的话，那全部可以来接受了。啊，那基本上，当然本来这个劳务健检本来就一定要有一个程序，啊，一定要个初评，然后再来详评，才来一次补强工程嘛。那初评其实四大工会这个初评其实也是经过他们是觉得这样比较合理，就是说以大概8000块这样子的哈，哦，一个检查表哈，哦，大概这样来就 OK 了啦，不必哈，哦，说啊，很多，因为大概基本上啊，也不是说每一件都一定要进入到详评哈，比如说以公有财产的这种啊这个几率来看的话，大概是哈，哦，大概是40%多到最后才要嘛。哦，不是说所有的，所以他也认为说你出品也不要说一下子就浪费太多钱了，啊哦，这个也是无谓的这种浪费。署长，其实啊，因为我们现在等一些文字修正，对不对？但是其实这个也很重要啦，这个真的不要，这个政策的推动哦，如果光这样就是这样一拖就是一年又过去了，今年啦。哦，其实地震中心的套叠，比如说红色的就是说它五级可能倒嘛，哈，哦，对不对？然后这六级可能倒，这些东五嘛，那你们的补助强度或者你的这个要求的啊，哦，实现，哦，该做的范围，可以跟这个整个地势研究的这个区域套叠嘛，哦，然后要求哪些地方是非做不可嘛，哦，因为有些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一时做到。但是呢，啊，有些，比如说房屋更旧啊，它的那个，房屋更旧啊，或者说老旧的程度更糟，或者它的地势啊，异化更严重，或者离造成带更近，这些东西爱先走嘛。好，啊，叫你开会，其实开会你那有一寡物件，你要提来。这个我再跟姚委员报告哈，跟各位报告一下。现在原则上要分两个，我知道那个姚委的这个重点，这个确实也是，是对的啦。
现在就是说老屋建前，第一个是不分什么土壤异化不土壤异化的，这是全面性的。第二个是针对土壤异化，尤其是你那个红色区的话，那今天也跟各县市也达成哈，基本上就是这八个县市也达成个协议，就是说请他们对红色哈，如果以公告第一期的公告的话，赶快提哈，跟由地方政府自己来跟我们中央政府合作，那该补助我们中央补助，提怎么样去改善的示范计划，那面积你可以重看哈，请他们赶快提，就是说面积可以从小而大慢慢这样子做过来。那么刚刚就是姚伟说的比较危险的，你赶快啊，该去在这个做地质钻探就做地质钻探啊，该做土壤的这个改良就做土壤改良。那么看起来应该是要啊，这个赶快建前啊，需要啊，这个要拆除或要补强的，那怎么拆除补强啊，该做都更还是做什么等等，这个都含在整个的啊，这个红色的地区的啊，这个土壤异化红色地区的要做提出一个比较完整的计划。那这个部分也会由啊，这个部里面来跟啊，这几个县市政府啊，大概来这个啊，一同的来处理啊，这个部分，应该是土壤异化的啊，这个特别的所做的作为的，大概是这样子啊。那个，我想以后那个内政部哈，因为的确啦哈，你叫他去健康检查，他都不去检查，那我这边是没他倒的对了哈，所以那个奖励办法是不是能够再看更好的奖励办法啊，主席，不是奖励啦。我们今天讲了半天，我们要不要居安思危？我们要不要认识到台湾每年会地震？我们要每次地震之后才在那边讲说哪里出问题，哪里在那边追究责任吗？好，今天在讨论这个，就是说你要按照我们的资源，我们能够做哪些事情，然后碰到每个地方的环境啊，你去走嘛。也不要什么示范了，在前面示范奖励可以了，可是其实有的部分要强制嘛，这是你被推动这个建球的所有工具要用上嘛，所以你难怪我怪你在数馒头嘛，你这样的脑力走啦，这样的脑，这样的玻璃走啊，你健康个人健健康重要，健康重要啊，你敢未使规定大家拢爱去健康啊，若无抓来关，大家来罚钱，这我看这不是安尼讲嘛，啊，那你那边要求你可能爱立法啦，爱立法啦，爱立法啦，潘讲哦，爱修法啦，你要变成一个强制性的话，就是要修法嘛。我们现在是给他全额的补助，全额的补助8000块，全额的补助，他不来，那地方政府当然这个也要地方政府也要有用心，所以我们是才会找。如果觉得你自然难行修法啊，拿出来啊，你买再提出来啊，我来配合吧。我们现在是用奖励的吧？我买来不奖励，就把它安内啊。而且你看过去16，我们是觉得说地方政府拿不安，部长过去十六年就是这样了。所以我们现在的讨论，我们下一次地震还要继续讨论呢。来，那个也两个修正提案先念一念呐。来，先念一下修正提案。哎，丙后杯啦。临时提案修正第二案，我国由于地理因素常受地震、台风、洪水、土石流等各种灾害侵袭，对人民生命财产威胁甚大，内政部有必要通盘检讨现行之预防与警报机制，建请内政部应严厉整合各级政府便利商店监视闭路系统，应用便利商店现有之影像系统，建立全国即时防灾影像系统平台，编列必要预算，供各级政府掌握防灾资讯与状况。临时提案第三案修正，查内政部自102年起多次函请地方政府制定不动产开发业自治条例，截至104年底，约有9县市政府完成。请内政部督促地方政府一年内完成制定，并注意一案建商情形，纳入自治条例予以规范。有临时提案第四案修正，在最后工厂建检后面加规划二字。临时提案第五案，严要求部分
修正为内政部应洽国防部、财政部、经济部，并促请该会提供历年绕军捐及政府机关捐助补助妇联会之数额及妇联会之年度预算结算报告、资产负债表及财产目录，并于三周内向立法院内政委员会提出书面报告。那的临时提案修正，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第三案，那个赖瑞龙委员修正完文字，查内政部自102年起多次函请地方政府制定不动产开发业自治条例，截至104年底，又有9县市政府完成。请内政部督促地方政府一年内完成制定，并注意一案建商情形，纳入自治条例予以规范。委员提案附带决议修正，有鉴于各项重大灾害发生时119勤务派遣系统关乎救灾指挥效率及人员调度派遣效能，影响防救灾结果及保护民众生命财产安全甚巨，现今迈入科技化时代，全国地方政府碍于经费，各地消防局能有未提升119勤务派遣系统之状况，为提升消防救灾指挥派遣效能，促使救灾勤务作业数位化、管理资讯化及决策科技化之目标，建请内政部研拟相关计划，编内相关预算，补助全国地方政府消防局提升119勤务派遣系统，以提升防救灾效能，确保民众之生命财产安全。请问各位委员对修正文字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通过。好，来准备了。哎，那个桌子要把它恢复。里面呢哈，会后再恢复哈。好，徐委员署法列的书面执行列入公报，列入公报记录哈。然后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并案审查完毕，拟具审查报告提报院会讨论。本案不需经党团协商，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意见？没有哈。请退一位委员于院会讨论时，本案做补充说明。那本案就由本人在院会讨论时补充做补充说明。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哈。好，那我们灾害防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谢谢我们所有委员的辛苦，然后也谢谢所有的部会的宝贵资讯。那我们已经处理完毕，我们现在散会，谢谢。